Hello， 大家好，我是卡花的频道。今天我要为大家分析旧的一张卡片重新复刻。那它是春香。那春香它的主动技能是解冰冻珠最平民的角色卡，而且它还带有真伤，所以像是机士梦魇什么都用得上它。所以建议之前完全没有入手这张卡片的新进玩家们可以刷一下这张卡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那这张卡片练一张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小提醒以及小分析。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新卡的分析的话，别忘了按下订阅、小铃铛。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就得直接通知你。那我是 OK，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